拿那个什么金币杯、手足球。我们到桃园机场了，就台北，准备要出国了。我的心里真的是大一号。你不是说那个借我？你的肚子也大一号啊。是啊。你们说那个借我？什么借你？那个锁。啊，算了，不要拿，不好拿。OK OK， 反正捷克的也没有。我里面没东西，我里面最值钱是一支99块的按摩棒。按摩。按肩酸痛的按摩棒。可以解除压力。哎，我们拉不起来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小叔第一次出国。来，这里，这里，我们要加油。